不问红尘中有没有泪，不问此生究竟为谁，就算人世有几度轮回，谁又能懂谁为谁憔悴。别管这辈子输赢几回，别管缘分它辜负了谁，明月美酒两相对，情到深处自落泪。人生总有喜与悲，何必介意错与对，乘着风能把彩云追，秉烛谈笑是寂寞饮空杯。人生总有笑与泪，何必在乎得失罪，峥嵘岁月谁是非，我自痴狂我自卑。麻烦谷主再跟你的兄弟们说一说，再忍耐一下吧。行，一切都包在我身上。多谢谷主。哎，小意思小意思。啊，于某奉老爷之命要看一下兵器打造的进度。没问题，我马上带你去看。不过于先生看完之后要赏个脸，咱们来个不醉不归。啊，那我就舍命陪君子。好，爽快。请。请请。好。先生，你看怎么样？来人，在，把于先生要的兵器拿过来给他看一看。是。好刀啊！放心吧，是我亲自督控的刀，绝对没有问题。谷主。费心了，没什么。啊，我有一个问题，不知道可不可以请教于先生。谷主，你太见外了，请问吧。依我看，你们定做的兵器好像不是中土人士使用，到底是什么人定造的？谷主，我也是替人办事，详细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。不过我可以保证，只要是你们的货交到我们的手里，海老爷一定会带头前进来的。至于其他的事嘛，啊，我明白。只要我们有生意做，其他的事情不必多问就是了。好，谷主啊，我想这批兵器更改一下交收的地点，不知可不可以啊？这个没问题，请说。在和平镇，切记不要张扬。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照办的。哎，你先跟石大哥聊聊，我去准备。今天晚上让他喝个一醉方休。好啊，走，兄弟们，跟我走啊，走。真想不到，你会到黑风寨来看我。石大哥，再见到你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我这次运送刚打好的兵器到和平镇去，顺便特地来看你的。断头谷跟官府有生意来往啊，真是可喜可贺呀。哎，石大哥，你错了。我这次虽然运送兵器到和平镇，可这兵器并不是官府所定的。兵器不是官府定的，那是谁定的？海令山。海令山。
冠者谷的兵器，果然与众不同啊。这么多的兵器在这里存放，要不要安排人看守？千万不要，突然加派人手反而容易惹人注目。对，这里突然成了我们的兵器库，人多口杂，还是按我们原来的安排为好啊。蒙古人的兵器真的与众不同。这些兵器的杀伤力果然厉害。哼，有蒙古人相助，我们的计划可以说是万无一失了。谁出来？不要再躲了。海令山，我看错人了，我原以为你是正人君子，没想到你是乱臣贼子，还想谋权篡位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杀！真是与众不同啊！能够不计前嫌，忘记我柴德胜以前对你们方家的不敬啊！大哥，我叫你大哥对不对？好啊！以前的事儿，咱就甭提了。以后但凡有什么事需要小弟帮忙的话，尽管说啊！有什么发财的事儿，想着我。那当然了，既然大家都是兄弟了，以前就这个赚了钱以后呢，就大家都分啊。对对对，哎呀，你自己人嘛。对对对，有为，海灵山想谋权篡位，杀人灭口，饶了他，他是杀人凶犯。不许乱动，有为。石昊天，你恶贯满盈，罪该万死。说，为什么要诬告海老爷？我以为你当了官以后是和平镇知府，想不到你竟然……过去我是一只井底之蛙，可是去了京城回来之后，我已经非昔日的好友了。原来你虚伪的是同流合污，是非不分。说你是个乱臣贼子一点都没有错，不学会大义灭亲怎么做大官呢？啊！我不明白的是，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很简单，就是要平步青云呐。马大人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干得好，石昊天倒提醒了我一件事，你变化得太快了，你心里在想什么又有谁能知道呢？大人，我对朝廷那是忠心耿耿啊，请大人不要听信谎言。光说没有用，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吧。杀了他，快动手吧，动手啊。石昊天现在不能死，留着他的命他还有利用价值。哼，马大人今天开恩，算你命大。恭喜大人，贺喜大人，黄有为能心甘臣服于大人的麾下，大人能得如此猛将，那简直是如虎添翼呀。世上没有不吃腥的猫，谁又能挡得住功利的诱惑呢？小人有一事不明白，请大人赐教。哦，说来听听。为什么不杀了石昊天？是不是想留着他来牵制黑风寨的王云姑？你只说对了一半。要想对付白玄，石昊天是最有利用价值的。要想白玄心甘情愿地嫁给我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能做到，一个是他的亲娘，另一个就是石昊天。玉树大人，
夺得美人归啊！大人，我要敬您一杯。啊，干杯！啊，干杯！宁国，你不用担心，石大哥的武功那么好，江湖经验又多，会平安回来的。可是他出去多时，音讯全无，你让我怎么不担心呢？哎，也许白姑娘跟石大哥又言归于好了，这一叙旧情就耽搁时间了。寨主，山下有弟兄回报，有外族商旅经过我们的地盘。外族？什么地方的人？看样子，应该是蒙古人。哼，这些年来有不少蒙古恶贼到我们中原来欺凌弱小，肆意抢掠。我想他们肯定是掩耳目，另有目的。管他是真是假，反正有肥羊送上门来，不如我们看清楚干他一票，总比你在这胡思乱想好。好，我们通知所有的兄弟马上出发。哎，记住哦，不可以乱杀人，只能劫财。是一般的商旅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你看他们目不斜视的样子。好，让我来试试他们。站住！留下你们的买路财。就凭你们？你们放心，我们只是劫财，不会伤人的。想从我口袋里拿银子，得拿出真本事来。杀！不过如此啊！行行，幸会幸会，哎，幸会幸会啊！哎，我是这个镇的镇长，幸会幸会啊！哎呀，看这位客官脸色红润，气色非同往日，一定是大老板呐！哎，请问老板尊姓大名啊？哲别，哲别。哇，好一个威猛的名字啊！是是是是，哎，哲别兄，他是我们这儿的万事通，有什么事情直接找他就好了。幸会幸会，喝茶，您喝茶。哎，我安顿好了以后再找你们吧。哲别兄，旅途辛苦了。海令山怎么没来啊？啊，海老爷，记着让他尽快来找我面谈。事成之后，有你好干。和平镇果然比我们蒙古繁荣啊！哲别兄，一路辛苦了，这银票是给弟兄们接风洗尘的。啊，谢了。哲别兄，你们的大军何时才能到啊？已经部署在边疆，只要大人一声令下，随时能够赶到。好，非常好。这一带不太安全呐。哲别兄，何出此言呢？因为我在路上遇到了山贼的拦阻。难道哲别兄曾和他们交过手？只是一些乌合之众，不堪一击。这个当然，不过您是蒙古大将军，这样一来怕不怕暴露你们的身份？不会的，我们都是乔装打扮的，相信不会影响你们刺杀皇帝的大计。嗯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你放心，你们杀你们的狗皇帝，我们赚我们的财宝，我们绝对不会自断财路的。对了，我们的酬劳你什么时候付啊？再过几天就可以送到你的手上。中途有句俗话叫三军未动，粮草先行。我虽然是个将军，可是有些事情我也很难向下属们交代啊。将军的意思是？明人不说暗话，你的银子
不放在我的口袋里，我们是绝对不会发兵的。好，本官答应你，在出兵之前，你们应得的报酬一定会准时送到。海老爷真是快人快语啊！我先回客栈等候你的佳音，告辞了。别，这边兄，请你的兵马不要在和平镇太张扬，以免暴露了身份。放心，走。这个折别太无礼了。现在是用人之际，举事之机，又迫在眉睫，不可以为了一点小事而影响了我们的大局。我们要以大局为重啊！是，属下明白。当务之急，是要尽快把断愁谷的宝藏挖出来。看情势，你还是要去一趟断愁谷。嗯，于先生在断愁谷已经安排好一切。嗯，相信会没事吧？我们现在一定要小心，一步走错，满盘皆输。尤其是断愁谷的宝藏，事关重大，你一定要配合我的行动，免得出岔子。是，谨遵吩咐。哎，队长，队长，哎，又挖出来了，又挖出来了，快来看啊！谷主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有人挖到珠宝。于先生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隐瞒着我？为什么会挖出珠宝来？珠宝？你自己看看，你最好跟我说真话。谷主，海老爷求见。谷主，你有什么不明白的，还是当面问海老爷吧。好，他来的正是时候，我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。海老爷，你今天一定要给我们一个满意的解释，否则休想离开断愁谷。望谷主，挖出珠宝应该可喜可贺，你为什么叫了这么多人围住在下？海老爷，做生意的应该是童叟无欺，你却要偷偷摸摸像个鼠辈，哼！正所谓明人不做暗事，你们一定有什么事情隐瞒着我们，希望你能够坦白说出真相。谷主所言，在下不大明白。你别在我面前说谎，神鹰殿的底下是不是藏着什么秘密？笑什么？有时候知道的越多，只会惹来杀身之祸。哼，这里是我的地方，谁敢在这儿撒野？你还是乖乖的说出来吧。好，我来告诉你吧。神鹰殿下所埋藏的不是什么铁矿，而是大批的金银珠宝。哦，海灵山，那我们的生意可要从头再谈了。神鹰殿是我断愁谷的地方，挖出来的东西可就没你的份儿了。你错了，东西是我找出来的，没份儿的应该是你。哼，你竟敢口出狂言，你先保住你自己的命再说吧。对付你，我一个人就绰绰有余了。好，如果你能打败我，找出来的东西我拱手相让。谁插手谁没命。在世之时，也只能与我打个平手。凭你这三脚猫的功夫，又怎么能是我的对手呢？还有谁不服？要和我分一杯羹？
韩灵山，我不深不可测，不能与他硬拼。那是真人不露相啊！原来海老爷身怀如此绝技，在下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哼，晚辈，你这个人太嚣张跋扈，我韦三笑早就想把你给废了。真想不到，海老爷能为我们主持公道，将段愁谷纳入正途。段愁谷一向是有能者居之，我提议让海老板当我们的谷主。海谷主，属下韦三孝，誓死效忠。海谷主，韦三孝，你果然懂得生存之道。好，段愁谷，就由你暂代谷主，主持一切事务。谢谷主。你们都给我听着，谁要是再跟我作对，就和万维一样的下场。是谷主。不许进去！你们干什么？简直放肆！让开！听见了没有？没有代谷主的命令，任何人不能进去，连三当家也不能吗？小子只是奉命行事。你们不要那么紧张啊！我们只是去看望一下谷主的伤势而已。什么事儿啊？禀报代谷主，三当家强行入内，说是要探望谷主的病情，我们是奉命行事。做得好，韦三笑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！谷主被打成重伤，断愁谷又落到外人的手里，你居然还在这里作威作福，你他妈到底居心何在？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万维在谷中对大家怎么样，你们自己心里也该有数。他现在这个下场，完全是他自己咎由自取。我劝你们还是弃暗投明，跟随海老爷吧。我告诉你，韦三笑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，简直是痴心妄想，太不像话了。三笑兄，你说的对，万威以前对我们趾高气扬的，一直要杀我们而后快，今天正是我们一洗前仇的好时机，我要当着他的面羞辱他一番，以泄我心头之恨。好，你还算说句人话，谅你也搞不出什么花样。让他们进去，下不为例。是。哼，你们出去。是。谷主，谷主，谷主，三当家，你们，你们来了，你们来的正好。帮我一个忙，你说，一剑把我杀了吧。哎，留得青山在，哪怕没柴烧。谷主，你怎么会这样啊？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废人，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谷主，你可别这么说，现在还没到绝望的时候，你可一定要挺住啊。对呀，谷主，段愁谷还需要你带领我们抵抗外敌呢。是啊，段愁谷都是毁在我的手里，我爹在九泉之下，他死都不瞑目，你们还是帮助我解除痛苦，消除我的罪孽吧。谷主，谷主，只要我们上下一致，就能把海灵山打败，夺回断愁谷。是啊，谷主，谷主，你一定要振作啊，一定要挺住啊。谷主，你们还是去找赤昊天。现在只有他可以力挽狂澜。对，现在只有赤昊天能帮助我们。
们也只有靠他才能有一线生机。谷主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尽快的把他给找回来。你就好好养伤吧。谷主，你就好好养伤吧，不要胡思乱想了，啊，好好休息。兄弟们查出了石大哥的下落，他是被马文忠抓走了，现在就囚在和平镇的大牢里面。那我们要去救石大哥。对，救石大哥。石大哥是我们的好兄弟，我们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英姑，我们什么时候动手？今天晚上。我们要非常小心，因为门前有很多人守卫，我们进去兵分两路。金鹏，你带些人去救石大哥。大人，方有为带到。方有为拜见大人，无比多礼。是。方有为，相信你也收到朝廷的消息，皇上微服出巡，很快就要路过和平镇了。大人，年大人派在下来辅助大人，希望大人能把保护皇上的任务交给在下，这样在下就可以升官了。这件事关系重大，本官要慎重考虑。难道大人对在下的忠心还有怀疑吗？人心隔肚皮，我又怎么能看得清呢？大人，为了消除你对我的成见，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表明在下对大人的忠心。怎么证明？我有办法让白玄从了大人。真的？只要让我和石昊天见面，我就可以利用他逼白玄就范。一个是你的师父，一个是你的红颜知己，你狠得下心来吗？这两个人和我的恩恩怨怨真是说不清楚啊，但是只要能够获取大人的信任，舍弃他们两个人又算得了什么？好，我就给你个机会，只要能令白姑娘就范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心腹了。多谢大人。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，不要打了。不要打了，不打，不要，不要再打了，不要。哎呀，我说小玄啊，难道你就一点不心疼吗？我说你这股冷血的。你才冷血呢。没错，我是冷血。你要是不想和我一样，你就乖乖的答应我嫁给马大人，省得石大哥在这里受皮肉之苦啊，对不对？千万不要答应他，我死不足惜。你别管我，不要理这个卑鄙小人。慢着，哼，石昊天，石昊天，你别在这给我逞英雄了。我告诉你，拿着。说到卑鄙无耻，我是从你身上学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我的师父啊，你！你明明知道小玄是你的未婚妻，不要再打了！你还要横刀夺爱啊？别打了！说到卑鄙无耻，你才是真正的禽兽不如的你！哼！我真是有眼无珠，我看错人了。石昊天，我终于等到今天了！不要！我告诉你，不要再打了！我千方百计的，我还给你，还给你！我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你先去牢房去救石大哥，这里由我来应付。好，小刘，你跟着英姑，剩下的跟我来。哎呦，小轩，小轩，有没有摔疼啊？啊，没事吧？哎，其实呢，你应该想想清楚啊！你难道真的忍心看着你的心肝宝贝被打死吗？哎，哦，不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你看我这个笨劲儿啊！石昊天，那不是你的杀父仇人吗？哦，你莫不是想让我替你报仇吧？那，好，是你让我成全你的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难得这白秀姑娘不相信啊，这么一给她看，啊，让她好好想想，打，快打！不要打了！哎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！啊，你不是对她没有感觉吗？啊，她生她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人家是两情相悦的人，总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，她有什么关系呢？打打打打打打！不要再打了！不要再打了！我答应你就是。不要！哦，好啊！
不要！失火了！大人，失火了！怎么回事？大人，外面着火了！失火！你们几个在这看着，跟我走。是。小雪，小雪，你听我说，我不知道你为我伤害你自己。小雪，小雪。其主，恕难从命啊！我今天是来救石大哥的，难道你连师徒之情都不顾吗？哼，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谁让的石昊天跟朝廷作对来着？王英姑，我劝你还是弃暗投明，和我一起共享荣华富贵吧。方有为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我今天非让你人头落地不可！才肯放了大人，你们全部后退十步，退后，退后，退后啊！退。王姑娘，我们走。你这狗官，以后我一定亲手杀了你！哎呦！哎，大人，哎，大人，走。啊！大人，你没事吧？饭桶还不快追！追！慢着，大人，我看就不必追了，还是大人的安危重要，这口气我一定会帮你出的。小轩，石大哥，你醒了。好点了吗？我们现在在黑风寨，没事了。王姑娘，谢谢你再次出手相救。你不用谢我，你应该谢的是白姑娘。如果没有她，我们早被你狗官抓了。那小璇呢？你别拉着我！哎，白姑娘，你别走啊！你跟石大哥说说啊。你们聊聊吧。白姑娘，好好的跟石大哥谈谈。金鹏，小雪，白姑娘，谢谢你的救命之恩。不用谢，我只是为了逃出马文忠的魔掌才这样做，与你无关。在牢房里面，方有为苦苦相逼，
你却为了我受他的折磨，我实在感激不尽。小雪，其实我对你一直不能忘怀，我们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我们之间的恩怨早已了断，我们不可能再成为朋友，请你不要误解。白姑娘，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。知道自己最心爱的人，竟然是自己的杀父仇人。如果是我，我也会无法面对。要怨，就只能怨天意弄人。有时候想一想，我要是没有和他相遇过，也许彼此都会好过一些。有时候事情知道的太多，反而会增添烦恼。你能放弃这段感情吗？你们俩是真心相爱，如果让你从头来过，我想你一定还会爱上他的。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这句话是谁说的来着？我觉得说这句话的人简直就是大骗子。英姑，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。我也没有想到有为现在变成一个卑鄙无耻的人。这样的人你不应该再爱他。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这个人，我现在对他只有憎恨没有爱。如果让我再碰到他，我会把他碎尸万段。对了，英姑，你没有见过我娘。他没有在和平镇吗？前几天他从衙门里逃了出去，说是要找你去救我。你没有见过他吗？我一直没有见过他。会不会出什么事了？不会的，你娘一定会吉人天相。我想他也许去了别的地方。也许他回了乡下，不过他要是回去的话，应该等我一起回去才对呀。这样吧，我将军鹏去查一查他的消息，如果有消息我会告诉你的。什么？石昊天和白玄让王英姑救走了？是的，海大人。哼，这马文忠简直就是个饭桶，身为朝廷命官，连犯人都看不好，竟让山贼劫狱而逃。海大人，小人多嘴说一句，你千万别介意，那王英姑不是一般的山贼，单靠那马文忠岂是他的对手？说的没错，我也是过于轻敌了。其实我早就知道王英姑会有此一招，如今让石昊天跑了，恐怕我们会后患无穷的。一个王英姑再加上一个石昊天，他们的实力绝对不能低估，万一他们从中作梗，海老爷，我们的计划是不是往后推一推，先铲除他们，然后……不行，因为那狗皇帝出巡的时间已经定好了，况且福亲王已经在宫中部署好了一切，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我们不能因此而后退。虽然王英姑和石昊天是个威胁，但我海灵山又何足惧矣？一切按原计划进行。海大人领军，一切在掌握之中，福亲王坐皇位指日可待。对了，我们的兵器有没有被人发现？有卑职在此看管，大人放心。老师，一切果然如你所料，福亲王的确有朋党
潜入和平镇内，密谋行刺皇上。老师，找学生来有什么事吗？有为啊，你跟我很长时间了，我也观察了你很久，你有一颗丹青热心，本官实在非常欣赏你啊。我也很久没有碰上像你这样的好学生了。啊，承蒙老师错爱。你既然已经成为我的学生，我也不怕实话告诉你，在现今的朝廷中，我信任的人实在是太少了。你要考取功名，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，但现在我急于用人，我想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要求？请老师尽管吩咐。此事关系到皇上的安危，事关重大，我想你以我副官的身份回到和平镇，想尽一切办法查清他们的一个阴谋。老师，希望你能早日收到这封信，否则我所做的一切就白费了。过几天皇上就来了，在公在私，王英姑和石昊天这帮山贼再不能来捣乱。等冠南回来，马上调集人马，杀上黑风寨，一举歼灭石昊天和王英姑这帮山贼。是，大人。大人，本官正在商谈机密大事，你竟敢突然闯入，简直是无礼之至。我是有要事相告，实在是刻不容缓的。什么事啊？实不相瞒，年大人派我到和平镇来，实际上是为了调查一个有关刺杀皇上的阴谋。现在我已经找到确凿的证据了。谁胆敢刺杀皇上？哈，我原来一直以为马大人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，但是现在经过多日的相处，我发现马大人只不过是贪财好色，其实并没有这个胆量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情。黄有为，你竟敢用这种语气和我们大人说话。我的戏已经演完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和你们同流合污了。等到年大人来了以后，我自然会向他禀明一切的。原来你一直在试探我们。不错，其实阴谋刺杀皇上的就是海令山，如果在皇上驾临之前提前把他捉拿了，那么马大人你就可以将功赎罪，年大人或许会饶恕你的死罪了。简直是一派胡言，海老爷只不过是个区区商人，他有什么能力刺杀皇上？至于你说马大人贪污受贿，你有何证据啊？没有证据可是死罪，大人现在就可以将你处斩。哼，你们要我死，这个再简单不过了。但是如果有人真的刺杀了皇上，马大人，这个罪责你担当得起吗？我已经探明了，海令山已经将大批的武器放在了驿站，你们去驿站查一下就会一清二楚了。马大人，你一定要当机立断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海令山，我今天要调查你的驿站。大人，你要搜查什么？请便。走。海令山，你竟敢图谋不轨，胆敢造反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大祸临头，你还不知死活？来人，拿下！是。还不动手？是。干什么？想造反吗？马文忠啊，马文忠，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冠南是我的得力助手，你实在是太糊涂了。海令山，你不要得意得太早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把你叛逆造反的消息告诉了年大人，我劝你还是乖乖的投降吧。方大人，你放出去信鸽被我打落了，恐怕年勇这老头如今还蒙在鼓里呢。先将这个多管闲事的臭小子给我杀了。是。干嘛？哎呦，小心火药，统统给我带回去。
像怎样？哎呀！我来问你，当今皇上会不会是在北营出发，路过和平镇？啊，这是朝廷秘密，你们怎么会知道的？你不要乱说话，根本没这回事。哼，你不用来骗我了。你们听好了，现在你们只有两条路可以走。第一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要听我的差遣。事成之后，你们可以和我共享荣华富贵。不行，你们要利用我们对付皇上的话，知道我们会人头落地，甚至株连九族，你们还不如干脆把我们一刀杀了算了。好，那你挑的就是第二条路，杀！海老爷，海老爷，饶命啊，饶命啊！大人，大人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们还是听海老爷的话吧，听他的差遣。马文忠，天意难违，天下迟早都是属于我们的。如果你肯臣服于我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。走过了这么多年，你却从没有一句怨言。一同走过了多少风雨，风霜浸透你的脸。曾经誓言地老天荒爱不变，你会陪我一生一世到永远。如今我已把岁月改变，却再也看不见你的脸。问一声我的知己红颜，可知道我的想念？当所有的世界已不再重要，你却不在我的身边。问一声我的知己红颜，可知道我的思念？春风又绿了杨柳岸，何时能再见你含笑的容颜。